接下来呢，到了他们该做选择的时候了。下面这首好听的歌曲是他们最后的考虑时间，稍后三位嘉宾呢将走到舞台的中央，用遥控器做出选择，只有一侧的男女共同按下遥控器，一边的莲花才会打开，代表牵手成功。有请张一凡。请相信今天你是这个世界上最美的人，我已相信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，我们一起走过那些疯狂而又明媚的青春，直到今天我才吻上你的唇。那些无谓的誓言，那些刹那就决定的永恒，在今天让我们完成。男女嘉宾选择成功，将获得由中国黄金提供的时尚饰品一份，祝你们幸福美满，情比金坚。那些纯真的笑声，那些穿越时光的歌声，再次响起时打动了我和你。一号呢，我感觉挺稳的。我还算是一个比较孝顺的姑娘吧。三号第一点，就他人生有方向，虽然个小，但是他敢干事儿。专门对这种各种各样高个女孩子，你有吸引力啊。我们完成。你实际身高是多少？我实际身高不穿鞋是1.72米，难不成找一个矮的来依靠我呀？请做出选择。那些无谓的誓言，那些刹那就决定的永恒，在今天让我们完成。在今天会有莲花打开吗？完成。没想到，哎呀，很棒！我觉得他们应该用一个热情的。